《秦帝国》第三部《金戈铁马》第十章《胡服风暴》。赵人笨熊一样，要惊疯了马群，我剥了他皮。戴赫飞马回来，犹自怒气冲冲。乌斯丹，赵人也叫骑士了，只配叫狗熊。乌斯丹嘴角猛然抽搐几下，却呵呵笑了。戴赫头人。 你这绳套也能圈马？啊！戴 <laughs> 赫一阵大笑。真正的灵狐骑士都得用绳套，套杆是娃娃们做耍子练手的。乌斯丹，你说赵国马师连我这些娃娃手也过不去，还嚷嚷驱逐三狐，娘老子真是好笑！ 乌斯丹紧紧咬着牙关，默然良久，笑道：“戴赫头人，乌斯丹愿出三百匹良马之价，买你三个上等马师，如何？”“好说。”戴赫巴愣啪的打了个响指。乌斯丹扶我临湖，没有高价，我也送你了。说罢，向远处一招手，三个年轻精壮的汉子大步走了过来。 恭顺的垂手肃立着，戴赫巴愣指点着道：“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奴隶，看看，这里是烙印。”大手一把扯开一个年轻人的衣领，一只黑色鹰头人身赫然附在一大片肉红底色之上。戴赫在年轻人背上啪的拍了一掌：“你等的三个女人留下，做我的母狗了。” 从目下起，你们的主人是乌斯丹，明白？三人低着头，齐齐的嗨了一声，又齐齐的俯身趴在乌斯丹脚下嗨了一声。这叫主人认身。戴赫笑道：“踩他们每人一脚，要狠。他们都是上等马师。”乌斯丹嘴角又一抽搐。不信老戴赫吗？ 骤然之间，戴赫的脸黑了。自然信了，我认。乌斯丹猛然抬脚踩出，三个奴隶高声齐喊：“谢过主人。”两日之后，乌斯丹马队赶着六百匹马南下了，有三个奴隶马师全赶马群，根本不用赵国骑士动手。一路之上，乌斯丹一句话不说，只是低头沉思。 进得平城，马群留下。乌斯丹立即下令，三个奴隶马师一律赐姓赵，封武士爵，分别以龙、虎、豹命名，充作贴身护卫。三名奴隶此时方知这是赵国君主，大是兴奋，嗨嗨连声的表示效忠主人，不要官爵。赵雍黑着脸，硬邦邦一句：“赵国没有奴隶，从今日开始。” 你三人便是赵军马术教习，但有军功自有重赏，若得误事，立斩不赦。三人一阵惊愕，骤然欢呼跳跃，又一齐匍匐在赵雍脚下大哭起来。护卫将军一脸愣怔，本想说此三人尚需查勘，看看赵雍脸色，却没有敢进言劝谏。六。 我依胡服，我挽强攻。九月底，赵雍马队回到雁门长城时，赵军截击胡人的大战已经结束了。不出赵雍所料，果然只是堪堪打了个平手。赵桓禀报说：“依照事先谋划与备兵之精细，本当大胜一场，给胡人一次重创。可结局竟是损兵三万余，杀敌三万余。” 丧失了这次好容易捕捉到的战机，当真不可思议。近百年以来，中原各国与匈奴、胡人交战的最大困难是难以在适当季节、适当战场捕捉到胡人主力，并与之决战。往往是屯兵两三年，也截不住胡人一支超过万人的部族大军。你要狠命猛追，他则无影无踪；你要回军驻屯，他又疾风般杀来。若不预先埋伏， 你便是尾随而去，也无法堵截得住。唯其如此，一次能截住三胡六万大军的战机，当真是可贵之极。娄缓精心筹划两年，出动了全部十万大军埋伏，分明是将三胡大军分割在了岱海西部峡谷。可最后竟让三胡在大军重围之下强行突围而去，实际便是白白丧失了数十年不遇的良机。 楼桓痛心自责，敌入重围而去，大将无能之罪也，请君上治楼桓以正法度。赵雍默然良久，突兀问道：“此战之后，胡人至少三五年不敢大举进入长城，可是？该当如此。”楼桓谨慎道：“林胡举足不过六十余万人口，成军精壮。” 不过十余万，一举丧失三万，当是前所未有之重创。几年内断不敢进入长城深略。如此说来，还可做得一件大事。君上何意？突然，娄缓觉得国君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。娄缓，马奶子功效如何？赵雍莫测高深的一笑。 大好，娄缓顿时来了精神。军粮省了一半，聘马也有了用途，连雁门关民众都有了事做。兵士出长城，根本不用再带军锅、刁斗，只两袋马奶子、三块酱牛肉，便是三日军食，当真利落。如此说来，胡人尚有堪学处了。上天造物，原是互补而成事事。华夏有所短，胡人有所长。 并非怪异。好，赵雍双掌猛然一拍，好一个华夏有所短，胡人有所长，但有这番见识，楼缓堪当大任也。君赏，楼缓困惑的笑了，这是你的话呀？哦，我的话吗？赵雍大笑，我看还是你的话好，对，你说的。 君上之意，要举国都喝马奶子，如何？举国都喝马奶子？赵雍笑不可遏：“娄焕呐，你想到糊涂国去了？举国都喝马奶子，你从哪里生出千百万聘马来？”倒也是。娄焕依旧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君上总是有所谋了。 知我者，楼桓也。赵雍慨然一叹，突然神秘地凑近楼桓耳边：“我想在赵国行胡服，行骑射，你倒如何？”行胡服，行骑射，容我想想。楼桓思忖一阵：“君上是要在军中推行胡服骑射？” 还是要举国呼服其设，你说如何？军中亦为举国难行。娄焕思谋道：“军行为制令，国行为礼俗，衣食住行一为文华礼法之首，只恐非朝夕所能做到也。”娄缓，且不说难易与否，赵雍面色肃然。 你只说，赵国何以不能强兵？代海之战，何以林胡能以六万兵力突破赵军十万重围？赵氏军争起家，何以百余年不能以军争震慑天下？赵国朝野尚武，何以今日四面边患压顶而来？赵国骑士号为华夏猛士，如何连林胡少年也赢他不得？ 一伸手，赵雍在帐钩上拿下马奶子皮囊，一通猛灌。一阵粗重喘息，赵雍才渐渐平息下来，将这次临湖之行对楼缓细,细细说了一遍。末了道：“燕云，有高士之名，必有遗俗之类若一味固守华夏文华礼法，何来因势之变？变则强，不变则亡啊！” 娄环本是世子入军，文武兼备，虽然算不得天下名将，却也是颇为难得的兼通之才。赵雍一席话与林胡一番故事，听得他恍然大悟，顿时明白了国君这番谋划的来龙去脉。思忖之下，大为感愤，慨然拱手道：“君上目光高远，洞察时弊，臣以为大事。”好，赵雍慨然拍案。 我等思谋一番，一起回邯郸。大军交于何人？廉颇。赵雍没有丝毫犹豫。此人盛年勇迈，功虽不足，守却有余。挡得胡人三五年，便是大功一件。廉颇所部正是赵军主力，君上此断甚明。臣去部署。楼缓转身大步去了。 这一夜，楼缓的将军幕府彻夜灯火。五更时分，一支马队飞出雁门关，在霜晨残月中兼程南下了。回到邯郸，赵用第一件事下诏擢升楼缓为国尉，兼领关帅将，加爵上卿。楼缓自觉代海之战有失，回邯郸本想自请贬黜，而后辅助国君处置实际军务。 不想突然擢升国位，且家爵上卿，竟一时成为重臣，不禁大事不安，连忙进宫惶恐辞谢。赵雍微微一笑：“楼缓第一个赞襄胡服骑射，岂非大功？戴海五战有失，邯郸文战补过，赵雍所望，岂有他哉？”楼缓顿时恍然。 明白这是国君要他在这场胡服变俗之战中将功补过，心中虽是沉甸甸的，却也感奋异常。历史慨然拱手道：“楼缓原是边将，对胡服之变体察尤甚，愿为君上折冲周旋，虽斧钺加身而无悔。”赵雍目光顿时闪亮，却又喟然一叹：“胡服之变，非为赵雍一己之力。” 实是邦国安危之大计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覆巢之下，又岂有完卵了？娄缓不禁面色一红。君上有此公心，臣深为愧疚。赵雍一笑：“你只说此事当如何发端。”娄缓略一思忖道：“胡服之变，难在庙堂宗室贵胄。” 臣以为，当从明锐重臣发端。第一人，肥义，如何入手？肥义中止，君上当直言不讳。好，赵雍一拍手，所见略同，我有底了。次日清晨，肥义奉命匆匆进宫。 自从任上卿爵位的左思过以来，他已经是可以无需禀报而径直入宫的几名重臣之一了。他知道国君的军旅习性，穿过前殿，直向湖边的高飞林而来。赵国人钟爱白杨，将白杨叫做高飞，又叫做独摇。无论是田野村畴，还是宫廷园囿，但有树林处，十有八九都是挺拔的哗啦啦白杨。 依照人说法，白杨尽直，堪为乌彩，折则折矣，终不屈挠。邯郸宫中，除了后宫一片仅有的松柏林，到处都是这花花白杨林。木下已是十月之交，林木萧疏，黄叶落地的白杨林如一片丛林长剑，刺向天空。淡淡的秋霜晨雾之中，林中闪动着几个灵动矫健的红色身影。 恍如一团朦胧的火焰。凭着多年的戎马生涯，肥义一眼看出这几个身影正在练胡人搏击术，而其中一个身影正是国君赵雍。胡赵宿敌，赵军中原本便有胡人教习胡术，以使赵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国君好武，练习胡人搏击术也是世属寻常。然则渐行渐近。 肥义却有些惊讶了。赵雍一身短衣窄袖的胡服，与三个不时呜哇几声的胡人武士在徒手搏击。胡人武士以三敌一，虽则稍占上风，却也总是无法击倒堪堪自保的赵雍。肥义本是边军老将，徒手功夫也是颇有名望。 一看便知，三个胡人武士非但功夫真实，且绝不是陪练作耍，而是真正的使出全身技艺要制服赵雍。当此情景，纵是赵军猛士，也只堪堪抵得一个胡人武士罢了；便是肥义自己，也决然当不得三个胡人武士如此夹击。而赵雍竟能自保不倒，当真不可思议。国君绝非以武技见长之人。 如何骤然间如此了得？思忖之间，肥义咳嗽一声，走进了白杨林。好，今日到此为止。赵雍一步跳出圈子，将脸上的汗珠子一抹一甩，笑着说了一句：“我还是落败了，明日再练。”不，一个精瘦黝黑的胡人武士红着脸高声道：“主君才学了二十天，便抗住了三只林狐猎豹。” 不是败了，而是胜了。打不赢便是败了，管他一指三指。赵雍在衣襟上一抹汗，又一拍手。只穿这身胡服，我省却了多少绊扯，知道吗？中原武技至少有三成身法是为那宽袍大袖练的。那三名胡人武士尚在愣怔，赵雍却已经拿起了挂在白杨枯枝上的斗篷，飞翼。 走、哦，肥义一路走，一路思忖赵雍方才的话，总觉得赵雍似有言外之意。中原武技至少有三成身法是为宽袍大袖练的，此话虽则并非恰如其分，然也不能说是夸大其词。那腾挪辗转，那轻身功夫，那骑射必先整衣的程式。 若非自来是宽袍大袖，实在可以大大缩小幅度，甚或可以不做。否则，胡人、匈奴、戎狄等一般异族搏击武技，未尝不精。为何偏偏都没有如此一套规矩法则？其中原委，能以“蛮夷”二字了结吗？那么，国君是不满宽袍大袖了？不满又当如何？今日身穿胡服，是一时兴起吗？ 不对，我的上卿，你愣怔个何来？茶凉了。赵雍扣着书案笑了。啊，一时走神，君上见谅。肥义连忙一拱，席地坐在了对面案前。肥义啊，这茶如何？赵雍笑得有些叵测。好茶，好茶。肥义连忙啜的一口，顿时惊正。 这是甚茶？马奶子。赵雍哈哈大笑：“老边将了，马奶子又不是没喝过，叫个甚来？”肥义兀自喃喃笑道：“胡服马奶子，胡人武士，老臣云山雾罩了。”肥义有断金火眼之好，能云山雾罩。赵雍笑着向后一招手。 楼缓国尉，你出来。随着话音，楼缓从高大的木屏后走了出来，向肥义一拱手，坐在了赵雍右手的侧案。赵雍轻轻扣着书案。楼缓，你对肥义说说我这番寻边的狼狈。转身又对内侍吩咐一句：“守在廊下，今日不见任何臣子。”楼缓从马奶子说起。 背戏述说了国君以马商之身冒险进入胡林大本营的种种事由，又说了代海之战的过程、结局与自己私谋的失误处，末了只一句：“上卿久在遍地，当有明察。”便告结束。看着肥义灰白须发下一张严峻的黑脸，赵雍喟然一叹：“上卿啊，赵国以十万精锐大军。” 且是长久谋划之伏击战，竟不能痛歼临湖六万游骑。赵军最出色骑士，骑术尚不及临湖少年，委实令人痛心也。如此军备，莫说简相攻业，便是安保素侯之地，也是力所不能已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》第十章。 屠服风暴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